我最喜欢的爸爸，他日日要做的工作就是揸飞机了。他揸的飞机的名字叫 M15 红鹰号，他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在天空飞行的。我觉得我爸爸要揸住架红鹰号在天空飞翔，真的很威风，很有型啊。讲真的，我喜欢揸飞机的爸爸，他很威风的。时间过得真系快啊！济慕，你天生就系红鹰号嘅机师，你要辞职，谂清楚噶啦。系啊，我已经决定咗噶啦。济慕而家几多岁啊？过多两个月，生日之后就六岁啦。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！佢出世嗰阵，我哋饮到天光，就好似系寻日嘅事咁。我哋两个都老啦，吓、啊、有冇搞错啊？俾你讲到好似个中年阿叔咁。系啦，真冇啊？嗯，我两个都系千挑万选出嚟嘅，喺365日里边，都喺30000尺高空，加上6.5G 嘅环境嗰度，净系谂住点样揸架战机嘅事。你说我们不是很厉害吗？你既然辞职，你不觉得可惜的吗？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战斗机在我7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放假去我一个亲戚家里玩，我记得在钓鱼的途中，我和我表哥失散了，之后呢我去了航空自卫队基地。
真的很犀利。我看到在蓝天飞翔的战斗机，飞机翼被照得少少发光，简直就好像银色的流星咁。好像银色的流星。那次的经验呢，就决定了我的人生。我梦想就是揸战斗机，所以我决定要做机师。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做什么辞职？因为我担心我的儿子，我担心继梦不知道有没有命可以成长到我小时候梦想做机师的年龄。他那个病真的那么严重？继梦上次病发的时候，医生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再病发就只有两成机会可以救得回我。你知不知道救得回都只得一年？既然命运是这样的，我唯有辞职，那我就可以有多些时间去陪一个仔和一家人。新的飛行消息回來，完全接收不到新的報告回來，到現在也沒有任何消息，搜索機等一會就會起飛编号为199，前方系080，角度就系30。收到，系080，角度30。编号为199，目标系070115。收到，收到。哎呀，鸡梦啊，爸爸今晚你好夜先翻嚟啊！你够钟瞓觉噶啦，妈妈，爸爸，佢系咪以后都唔揸红鹰号噶啦？吓？点解会咁嘅？关于呢件事，等爸爸翻嚟，你去问佢啦。嗱，我讲故仔你听啊，快上床啊！嗯。女大有反应。我懷疑呢一架係真嘅航機啊！秋島，做咩？紅啊！敵嘅無線機。秋島，快啲翻去先啦！得你，我唔會有時間快走啊！呢個交俾我啊！對唔住啊，真冇。鎖定雷達嘅位置，好似睇到啲嘢。建造啊！
烧紧，附近冇居民。重复，正在燃烧紧，附近冇居民。机师生死未卜，重复，机师生死未卜。系，系。基地嗰边仲未有联络我啊。妈妈，我发咗一个噩梦啊！嘅梦起咗身出咗嚟啊，系，等阵我再打俾你啊。嫲嫲打嚟噶，有咩事啊？冇乜嘢事啊，放心啦，真系冇事啊。在附近山嗰度有自卫队飞机坠落喎，外边嗰度见唔见到有啲咩火光啊？吓发生咩事啊？唔该你接个电话俾我打。救伤车啊！企喺度做乜啊？快啲打电话叫救伤车啊！信恩，仲子，你点可以咁快企起身噶？等我叫姑娘嚟啊！仲子，你同我讲啊，究竟我而家状态系点样啊？爸爸，继梦。好对唔住啊，继母。爸爸，经过精密嘅检查结果，你身体完全冇发现有唔正常噃。好奇怪，你嘅身体一啲伤都冇，反而仲好健康添。呢种情况之下，一啲事都冇，竟然连骨折都冇，简直就系天大奇迹嚟。是天大的奇迹。官阶、姓名、所属部队。二等空位，我叫真木信一，所属第七航空团，我是负责揸204战斗机。得了，你记不记得意外的事？记得。这样请讲出来，慢慢地讲，要详细点。是。我记得那天是10月15号。因为接到搜查的命令，我和205号机的舱岛空位一起出发，飞行高度是30000尺，方位是202，大约2分钟，舱岛的机发生故障。我硬是觉得很难接受呢，为什么红色发光物体没人注意到的？唉，虽然在意外之后记忆可能有点模糊，会令到人不相信，而且真木，不要再说今次的事，的确有很多解释不到的疑团，机器故障和消失了的物体，再加上我奇迹地仲生存，没错，这个就是最大的谜团。所以真无，你是奇迹定是怎样，你现在仲生存是无可改变的事实。就是这样，本来你脱离自卫队，不再揸红鹰号，怎知竟然发生了意外，你搞到几乎无命。不过你大步揽过，可以咩事都冇咁翻嚟，我好高兴，比咩事都更加高兴。
有怪物啦！周围嘅封锁状况点样？已经完毕，但系而家仲未揾到线索。船上啲船员呢？已经证实全部死晒。嗰、那个场面好惨，好似俾猛兽捣乱咁。猛兽系咪真啊？咁样真系好难对付。真辛苦晒啊！好声，唔该晒。系，小心啲啊！辛苦晒你哋啊！好出色嘅飞行啊！多谢你嘅赞赏喎！唔该晒，多谢晒两位。前辈，前辈你翻嚟啦！写张枪你个办公室度啊！啊，一平啊！系，我唔该你唔好叫我前辈啦。点解咁讲啊？唉，我啱先加入你，而一平你又做咗三年喎。你叫我前辈咁点啱咧？叫你做前辈同做咗几多年实在系冇关系噶。讲得冇错啊，最紧要就系实力啊。由你知你咩意思啊？不过真系咁啊嘛。社长，哦，城南地区嘅摄影全部完成晒啦。哦，辛苦晒你。工作上有冇咩问题啊？啊，最初都有啲唔惯噶，大家冇嘢啦。哦，坐啊。是这样就好了。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社长你的说话经常都提醒起我，最重要就是安全而不是竞争的心。虽然你或者会觉得我很啰嗦，战斗机和小型飞机完全不同的，不可以急回旋又不可以超音速，如果两者相比的话，我想你会觉得很单调，不够刺激的。又怎会单调啊？我和家人的时间现在多了很多，日日都有很多惊奇的事啊。惊奇的事啊？揸战斗机上天空，不理点都只是一个人的世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样今天你又有惊奇了。啊？鸡梦和你太太他们会来的。真的？嗯。今天下午的预定应该就只有一个短线的飞行，三点钟就会回到来。嗯。咁你可以同家人飞下啦。大社长，我已经交咗飞行计划啦，就当系我提早送份生日礼物俾计梦咯。真系多谢晒，爸爸，一路顺风啊！嗯，真木先生真系好人啊！以前佢系自卫队员，我仲以为佢好恶嘅添，原来佢系一个好温柔嘅人嚟噶。而且仲好靓仔添啊！哎，我叫真木，唔好意思啊，要你等咁耐。爸爸，鸡木啊，等你爸爸翻嚟，你可以坐呢架机噶啦。啊！哟！哇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呜，急速下降！再飞过系嘛？你系为咗杂志嚟采访噶？今日天气好啊，影相啊真系啱晒啦。天气好唔好冇关系，对我哋嚟讲最重要嘅就系得到你，真木二等空位。
想点啊？做咩？你只要听我嘅指示做就得啦。咁你都应该话俾我知飞人嘅目的地啊？就喺前边，喺12公里龙山夹南面嘅海岸线降落就得。喂，咪住！嗰啲咁嘅地方冇跑道嘅、啊，已经封锁咗国道87号，大约有1公里咁长嘅跑道。小型机降落普通嘅公路，你唔系讲笑话啊？以你红鹰号机师咁嘅技术，应该冇问题噶。我哋呢度系 BCST， 专系同美军合作，系国防部设立嘅特务机关，专用嚟对付生化侵略者。有冇搞错啊？国家机构用啲咁嘅手段？事情太严重，我哋冇办法先咁样做嘅啫。你系？等我嚟介绍，佢系 BCST 嘅科学部官员，亦都系呢次作战嘅负责人。我系水原沙郎，请指教。呢度系边度嚟噶？点解要嚟呢度啊？嗰边嘅雷达都冇晒消息啊！真系有冇搞错啊？系咁，我明白晒啦。我哋咁样揾法都完全冇线索嘅，唔通佢又再？一平，对唔住啊，社长，啱啱见到积木先生嘅小型飞机。乜会有人唔用无线电联络就降落噶咩？我真系好担心前辈啊！积木先生。昌道先生，我哋好耐冇见啦。你哋系咩人啊？我而家话俾你知，喺一个月前我哋已经开始咗进行监视。你哋一早就监视我？等我将原因讲俾你知。大概喺3个月之前，太平洋海面有啲不知名嘅物体坠落，海上自卫队负责调查，其中一只潜艇突然失去咗联络，后来发现潜艇受严重破坏。但负责驾驶的有洞就奇迹咁生还。根据有洞讲，破坏深海潜艇的是一啲唔知咩嘅蓝色发光物体嚟。唔知咩嘅蓝色发光物体？即系同你嗰次嘅情况一模一样，而家已经喺太平洋海底发生咗。攞我啲相俾佢睇。系喺生还之后嘅一个星期。在硫磺岛研究所拍到的有洞二位的样子，这些是因为那些发光物体的影响，
所以他的遺傳因子變了。他在研究所逃走了。他逃走了？估不到有跟他將入了體內的壁虎同化了，他還將壁虎的能力顯示出來。收其他生物就会不断进化，变成好可怕的怪物，就咁俾佢走甩咗。所以，你见到乜嘢就讲出嚟。佢好似将啲士兵当成猎物咁样，佢真系好享受杀人嘅乐趣。够啦，已经好清楚啦。一定冇错，系初期嘅变化。你等阵，唔通系？最初的感觉是异常地变得非常敏锐，有动异味，最初都是这样。难道你们是将我看成会变成怪物这样对付我？所以我们才监视你，还有将你拘禁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讲笑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那为什么你可以感受到硫磺岛的惨剧？是 V1 令到你感觉到好像看到的一样。温，呢一个就系嗰只怪物嘅代号啊！系咁，你打算叫我做咩名啊 ？Next， 应该系咁。请话俾我知，我丈夫而家喺边啊？即系木佢，因为有特别嘅事，而家佢喺国防部设施嗰度。有特别嘅事？详细情况仲未知，之但系呢件事系关乎国防部嘅问题。你哋唔好问咁多嘢啦，就听我哋嘅指示去做啦。系国防部啊？佢系我嘅职员，而唔系自卫官嚟。我有权问清楚。一定要问个清楚嘅。社长，唔好放过佢哋。你一定要保证真木佢嘅人身安全，知道未？唔听我哋嘅指示就会有麻烦。唔止系你哋，仲有我哋。妈妈。雞夢，爸爸，點解咁耐都未翻嚟嘅？雞夢，你爸爸好快就翻嚟嘅啦，我向你保證。蒼島先生，你哋今晚翻嚟屋企先，等我消息。唔该，俾我同家人联络啊！最低限度俾我同佢哋讲一句，我平安无事啊！带佢走。系。啊！啊！喂！做咩？啊，有啊！惊喜？点解我会咁倒霉噶？惊喜啊！一切准备好之后的事就是等待，但是没人保证他一定会出现的，责任要由你负责。按照在硫磺岛研究所记录下来的那番说话分析，
我是很有把握，今次一定可以消灭敌军。又嚟啦！又系头先嘅感觉。敌军嘅存在啊！出现啦！感应器测到，目标喺 A 三区。见到佢啦！目标开始移动到陷阱嗰度。我过去。第一组、第二组左右回旋，第三组员喺地下正面做好准备。最后我想问清楚，是不是一定可以将那只怪物消灭的？我已经测试过毒性很多次，100%可以杀死他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。要接近陷阱地点，准备好射击。放我出去！我要离开呢度！放我出去啊！喂！啊！着灯，又会咁嘅？点会咁噶？佢对毒性嘅免疫抑制能力增强好多，敌军自我进化速度比预测快速好多。
真係去到。你想點啊？想到阻住曬，殺咗你！咩咁辛苦啊？冇错，因为你同人类完全冇融合成为一体。
出点啊？点解我？点解我？你唔记得晒啦咩？头先调温向你袭击，所以你变身啦。身头先唔系发梦啊！好得人惊。当你发现自己再唔系人类嘅时候，你嘅内心就会产生恐惧。呢种恐惧嘅心，只有死先至可以解放出嚟。你哋一早知道晒噶。你哋知道迪温会因为我走出嚟，所以你哋就利用我做嚟引迪温出嚟。你讲得冇错，我哋系咁啊。之前喺流亡岛监禁嘅有栋二位讲过，好快就会有同自己状况一模一样嘅人出现噶啦。喺子洞岛显示出有另一种光出现，另一种光，冇错。是另一种光，他追踪着我。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？那个东西阻住了，所以杀咗佢，咁多快？正如你哋嘅预测，我变咗做怪物，首先就要将我消灭。唔系，我哋要再观察多一阵。点解？我好意外，头先喺危急嘅时候，你救咗我。有栋二位。变身之后，发出好可怕嘅空残兽性，专去吸生物嘅能量。但你变身之后，仲系保持住人类嘅本性，所以我感到迷惑。可能你唔系我哋要消灭嘅对象，最大限度而家唔系。照你咁样讲。即是你们判断我是一只有用的怪物啊。希望你帮我们手，利用你的力量消灭迪温。如果我不应承，那牺牲者就会不停出现。你忍心这样下去吗？将呢个工具箱放喺呢度噶？咩嚟？呢啲系咩嚟噶？好多石啊！
子，繼母呢？現在情況穩定，她已經睡了。是啊，沒事嘛，我打了一次電話去基地。好對不住，上次你帶我去參加你同事的喪禮，我終於感受到我是個戰鬥機機師的太太。但是你知不知道繼母只有5歲，現在她最需要的是爸爸。在她意識模糊的時候，她不停叫著爸爸爸爸。怎樣？有沒有決定啊？為什麼會是我啊？真無二等空位，我想你應該有些特別的力量，所以就選中了你，要利用你的特別力量來對抗自溫。麻煩你不要再叫我做二等空位，我已經不再是自衛隊了。我為了我家人不再揸戰鬥機，其實我很軟弱嘅，我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嚟嘅咋。我真的不明白，點解你係都要我同嗰只咁嘅怪物作生死之戰啊？真的很遺憾，我都不知點講至好。我只係知道情況再咁樣落去會惡化。昨晚發生了毒氣事件，我而家喺西新宿作現場報導，詳細情況仲未清楚。但是据消息说，在地底隧道里面有人突然失踪，现在警方和消防队正进行搜索。今次突然之间在大都市中心地区出现，在新宿的地下街，有推测可能是人为的袭击。你们是不是已经画好了大个之后想做些什么了？今天我将画派给你们，我叫你们的名字的时候就大声应我，然后出来拿些画。是，那听着我叫名字了，上集功夫。是，乜你想做木匠啊？真木计梦，是，是，呢架飞机叫咩名啊 ？F-15J 航鹰号。是啊，计梦你都好想好似爸爸咁驾驶咁有型嘅飞机啊。是，跟住系涉谷浩子。是，妈妈，爸爸系因为我先至辞职唔做自卫队。冇啲咁嘅事啊！爸爸咁样讲咩？唔系啊。不过喺嗰日我同昌岛叔叔佢经历关于飞机嘅时候，爸爸佢真系好开心啊！我谂爸爸佢真系好中意揸红鹰飞机噶。你知唔知啊？爸爸佢真系好锡计梦你噶，你比所有嘅战斗机都更加重要，所以你唔好乱咁谂啦。咩事啊？佢做乜嘢？咩梦？咩梦？你做乜嘢啊？救护车啊！莫聊总部攞射杀许可证。等阵，只有佢先至可以打呢只怪物嘅啫。佢都系怪物嚟嘅，佢信唔过嘅。听清楚，目标已经逃亡，我一需要射杀许可证。告訴我知道監視的帽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繼夢，
木太太啊！太太，雞夢佢咧？佢喺檢查室裡面，仲未恢復知覺。雞夢佢會冇事噶，你放心啦。係曾木先生個仔啊？係咪啊，社長？係啊。好多謝咁多位啊！不過我仔雞夢佢有血液先天性嘅疾病，醫生佢講過，如果再病發嘅話，太太唔好咁擔心，最緊要有信心。係啊，要有信心啊！冇問題嘅。我諗佢一定係感覺到個仔有事，所以先至走咗去。佢一定會喺嗰度出現嘅。如果佢出現，你打算點樣對付佢？蒼道一位，呢啲事你冇必要知道啊。出咗命令，呢一区要实施戒严，自卫队员全体要接受命令，马上去疏散人群。新宿而家进入戒严嘅状态。你打算点样做？如果同佢作战，我可能会冇命。我求下你啊！我求下你，俾我见下我仔啊！你就俾佢去啦。十分钟，唔可以再延迟。我明啦。曾木先生，前辈，曾木先生，前辈，对不住，老师，继母呢？检查过佢嘅血液都非常之正常，完全冇迹象显示佢嘅病会复发，系咁。为什么他晕低的？原因应该是他的精神实在太过疲劳了，为了慎重起见留院一晚，跟他吊营养剂，他的体能应该会恢复的。好了，佢仲咁细个，真可怜。譬如咁啦，今晚爸爸一直留喺度，我唔会再去第二度噶啦。爸爸。我已经好翻晒，冇事，你去做嘢啦。鸡梦啊，唔紧要，做嘢好闲嘅啫。唔可以嘅，爸爸，我一直都好清楚，驾驶红鹰号战斗机系你自细嘅梦想嚟。爸爸，我都好中意天空噶，所以你要俾心机工作啊。而我都会好努力咁医翻我个病。然后爸爸一定要驾驶住架飞机带我上天空飞翔。爸爸，你会应承我的？一直未定。信恩。
论同你嗌几多次大交，到咗第二日朝早你都要去翻工，去执行飞行任务，我一直都会笑住送你出门嘅。容氏，一路顺风，你要小心啊！我走啦。如果你而家仲翻唔到嚟，我就打算自己出马去对付佢噶啦。就算有危险都冇办法啦。上次佢嘅尾部被切断嘅时候，留低咗啲碎片，我就用佢研制毒性更强嘅特殊子弹。虽然不知道可不可以超越他的进化速度，就算有疑问都是值得一试的。每次你提起迪温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到你很激动，但你特地扮得很平静。是不是又是你的超能力？不知道，只不过我是有这样的感觉。没错，有动贵民他以前是我的男朋友来的。本来我们计划好明年结婚的，可能好像你这样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虽然平凡但很温暖。在硫磺岛的研究所，就是因为这样我落不到手。沙罗，你要杀我？因为我心软，令到咁多人死咗。今次一定用我双手。唔好，杀死佢系我嘅任务。你哋做咩咁迟噶？系曾卧步先生嘅指示。冇错，我哋去啦。好，阿旭，因为你作战失误，令我失去好多部下。你以为我就咁放你走咩？为咗今后唔会有人受伤同死亡。我哋只有借助佢嘅力量。我好希望你相信我多一次。暂时等候。他不断地吸收各种的生物，令到自己的形态不断变化，直到现在他的形态变成点可怕，不能够再想象。你告诉我什么？我都是同样被光同化了，但我意识仍然没变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他同样都是被光同化了？为什么搞成这样？绝对不同，附在你和他身上的光完全不同的。
分別是藍光和紅光。如果說你們只是剛巧遇到光，那就是他不夠運。雖然很無奈，不過這些是事實。但有可能他會沙羅，點解你又會喺呢度噶？我醒翻之後就喺呢度啦。話我聽，我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啊？真係咁樣啊？佢唔係失去咗人類嘅意識。他只是被一隻怪物上了身，搶走了他的身體和一切的自由。這個男人是誰來的？沙羅，這裡究竟是哪裡來的？這裡是天堂。呢度系天堂，冇错啊，贵文，你已经死咗噶啦。沙羅，你開了五槍，有四槍打不中，只打中了一槍。你要瞄準啲嚟打先至得噶。所以看不清楚，真是感情用事。再见了，游动贵民。住我的人，我要杀星光。
我呢个感觉系喺三万尺嘅高空度，我一个人冲过咗空气咁飞翔，我觉得自己好似变成光咁，好似一粒银色嘅流星。再作战下去，真木你那个肉体就支持不住了。如果我死了你会怎样？那么恐怕同真木你一起都会被消灭。那这个恶魔不行，我不可以跌下去，唔得，可以噶，因为我对我仔有个承诺，就算点样辛苦，我都要实现。我将迪温打低，呢个系我最后任务。
真系好静啊！我谂今次我要死噶啦，启蒙，再见啦。真木，对唔住，你为咗我达成使命，令到你嘅生命。算啦，我而家终于都明白噶啦。其实我今次遇到你，我谂系命运嘅安排。命运？我哋揸战斗机嘅，根本唔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嘅飞机。如果驾驶嘅战斗机发生故障，无论技术几好，始终都冇命翻去。唔理点都好啦，我哋点都要接受呢个命运，喺天空上面飞翔。因为有你，我先有呢一次最出色嘅飞行，所以我唔会后悔，系真嘅。你真系一啲都冇后悔？我有一个遗憾，其实我遗憾就是我这一世都不可以实现我的承诺，我不可以再和我仔在天空上面飞翔。好似噩梦咁嘅大悲剧，不经不觉已经过咗一个月，一切破坏嘅痕迹到而家仍然未恢复好。不过有一件最令人难忘嘅事，就系嗰个发光超人嘅存在。佢好勇敢咁打低咗可怕嘅怪物，之后佢嘅踪影喺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嗰个超人究竟系个咩人咧？到而家都冇人知道。会唔会有一日喺我哋面前再次出现呢？啲細路好崇拜佢，大家都懷念佢。一路順風啊！一路順風啊！犀利啊！多谢你爸爸，你真系实现咗呢个诺言啊！不过咧，可以实现同继梦你嘅承诺，唔单止净系靠爸爸噶。吓，咁仲有边个啊？仲有喺天上边爸爸嘅一个朋友咯。天上面嘅朋友？是我小的时候的憧憬，是银色的流星。哦，多谢你超人。
Yours too. I give my heart, give all to you.